You'll always be my day one. Day zero when I was no one. I'm nothing but myself. You are no one else. Thankful you're my day one. Thankful you're my. I got lucky finding you.床，然后这还有个小小的转过来哦，书桌，我们绝对不会用的书桌。还有一个衣橱，你觉得我们会用吗？哇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洗澡。小心我的箱子不要给它绊倒了。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浴室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可以在里面淋浴，还有个高级的马桶，大家可以臭屁股。我以为这个是避孕套，也很像烟盒，有没有？不，更像避孕套。避孕棒。让我来打开它。什么鬼呀？你在做什么开箱？打开它，一次性吗？交通卡充值。请把交通卡放到交通卡充值口上。合理吗？嗯。是吗？放啊。搞得那么看不懂，我刚充了5000，然后一次大概1000左右。你看充，我估计可能差不多要10000，先充个5000呗。我没有开路了吗？我们到明洞了。然后呢？快乐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优衣库，我觉得搞了。优衣库，哇，优衣库。哇，你就一直在录了吗？我都放弃我的 vlog 事业了。哎，不行。房子来建出来。哎，直接来。你有没有觉得你身边的朋友很玻璃心？就你说不得，开不起玩笑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然后你叉着腰问我，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太过分了吗？我也想叉着腰问你，你不觉得你太玻璃心了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快乐的感觉是不是？快乐。再快乐一下。快乐。然后来了。唱不来。来了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回去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去江南的路上，已经准备完去蹦野迪，在本扣本就好了，去那个入场券买不起。嘿，快乐，我跟你一路奔，好看。这是迎接我们的蓝色的大毯，什么大毯？地毯。大毯，你走啊走啊走啊！好、啊，哎、啊，走慢一点，跟不上。坐坐，13点。花猫，就是刚好。干嘛？哇，你看上镜很好看呢，有点太时尚了。我们现在到北村韩屋了吗？哦，没有到，太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我们在走，我们在找，不一定能走得到，因为他们的那个 map 都很难用，对，定位不到我们。叫什么 Nava？ 我不知道，反正还有 Google Map 也很难用，没有一个好用。对，要试试看高德能不能用。没有高德就完全定位不到。哦，好的，他定位我在广州市。你在广州市？没。谁？我刚拿到了这个很有名的，哎，你刚那个绿公车好好看，什么公车？绿公车，绿公车对的。我来吃一下吧，太烫了。我吃啦，你吃。That is enough。啊，这好可爱哦，这是买袜子的人家店。你看，他录到了吧？录到了。你仲要咁慢？喺埋下面。
觉像故宫入口。对，我没去过故宫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你去了北京，又没去故宫，又没去了。我去天安门，北京天安门。走一下，要跟着我平行走一下吗？啊 ，Follow PD， Follow me。让明明远点，我就我没有话说。明明是一个靠美貌存活的女人，那是。哇，大家都穿韩服哎！我突然觉得我是最美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光华门，让我们唱一首歌。对嘴，神经病。走，我跟着你走。请染个头，摆个骚，弄个姿。走啦。这个导演很有想法，可是我没有什么想说的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演员，因为我就是靠我的美貌存活下来的。你去死吧，我就想说你去死。跟着你走一下，觉得美就够了。哎，我觉得他们 YouTuber 好厉害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话术？因为他们就是有内涵，我们就是没有内涵的 YouTuber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被人 YouTuber？ 我们是美的，对，我们是美人，美人，疯子。你现在在录？我在录吧，在录，在录。今天晚上录一下光华门那个台标，而且还录了31秒，我们也是蛮厉害的。前面那个姐姐的编排好好听，我可以编的比她更。你们听得懂？对，我就不说了。在哪里？要走很远才能看到吧？哇，看到了！耶，没有门是吗？你刚刚是这样子。我们的鸡走啊，去吃吧，鸡吗？快撤音！撤音！撤音！优先的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要开始，要开始！我，哎，关门的。啊！天！什么歌？进了一家大众点评。夜盲虎。夜盲虎。夜盲虎。你哥哥？我哪个哥哥？我以为只有你哥。哎，这不是我们本来想。好漂亮哦！我们两个坐出租车，我们俩真的太累了，然后就打了个车来了，梨花女大，花了9000块。然后司机还多找我钱，我赚了100块。我真的好美啊！来，去回眸吧。Follow me。一个拿着三脚架拍自拍的女人。好我们来个北京，老年人拍照一般都是这样，是吗？要被托起来，好像就是个奶茶，不是那个甜品店，甜品店。然后往哪走？大家好，我们前后去了有4家店，A-Land， 还有什么？什么 Arrow？ 就刚刚那后面。Add Arrow， 还有一家。还有一家什么？也找了 Wonder Place 还是什么？有去吗？没有 Wonder Place。哎，反正就去连续去了很多家店。哇，衣服真的，淘宝的不能再淘宝，这也就算了。他们在录，你看一下。看一下，我都骂人了。而且每一个旗舰店里的衣服真的大概2层楼，然后一半全部都是展了。看看我们往左还是往右？应该是左吧。哦，看人家好像不对耶。我要，好像也不对耶，让我去死好吗？是不对啊。哦，对了，对了吧？不知道。应该对了，看起来都比较繁华。两户。
好温柔啊。对啊，哇，好感光。这个变态女人的变态生活，傻子。Hello， 美吃成炸鸡的我们来到了一家意大利餐厅。长这样瘦的，没有意大利文的意大利餐厅。Italian food， 快乐吗？不快乐，因为没有肉。哎，为什么是素食的？这什么肉都没有，如果没有肉吗？没有，没有肉。好的，那就算了。好吃吗？酸黄瓜还挺好吃的。爸，涨价了，还正好我买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那个跳舞壳。把我的头给去了。你说我不够做做，我做做给你看。这种车吗？应该是的吧。你看他没有什么饭，因为大家都没有尖叫。我们叫。他们也不认识，他们也不认识。下来了，所以。因为他是这个福建人。我们导师，我听他们说都不知道谁下来了。我说是吗？松阳一个香水店。没事，你可以打开 Apple 自带的指南针。等一下，上北是那个方向。上北下南走西右东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我们要去那儿。对，上北，上北，北西又东东，东上北，东北，东北，我们要去东北。我们要去东北，东北是那，东北区那边。太难了。好像重庆哦，我走也走不动。
哪走？朋友吗？我还想说在网上。我们现在在人生的交叉口，我们就不知道应该往这走还是往这走还是往这里走，有三条街，然后不仅我们迷路了，哎，韩国人看着地图也迷路了，大家都说你敢摸哎呦，他说了吗？有，那我们应该往上还是跟着他们吗？但他们也没看懂地图啊。我们要不要跟着这堆小姑娘走？他们没准去。哎，是你就往上。嗯，那就跟着他们约。哎，都开始解裤子。真的，我也来拍一下。都开始，等着我，一直在剪。害怕了 PD， 我在爬山。不知道哎。嗯。哇，真的好多外国人。是啊。超舒服的，来来来，转一圈 ，Come on， 跟着我转。你怎么不转了？我等着转，我在这儿等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看好花开。我今天人设真的是原相机。对啊，你背的那个包也很像，辫子也很像。美吗？耶，可爱。去了一趟英国，啊、英国。去了一趟韩国。继续发表你的感想。英文不会说，我只会说韩文了。那个也我会不会被人打波浪了？会的，晚上会，我眼睛都睁不开。什么狮子狗？还蛮好看的，你去卷一个吧。好蓬松啊，适合我，对吧？快再去拍几张。13。喝醉了。已经醉了。房间的小路上，唯一一盏亮灯被我们遇到了。是的，我们在看艺人谈恋爱，哎，好极了。我们在夜跑，给你们看，哎，啊，这就哇，你好亮。看不见，好棒哦！来发表一下你的感言。有没有像在 York Village？ York Village 是什么呢？哎， York Village 是我们以前学校的一个，就黑哥哥通往黑哥哥超市的一条。这样可说很 impolite。那你想怎样？你说。雨轻轻，我听见你也想亲，会找一个相机闪接。粉底液不错。你现在在那个没有文化的女人，粉底液不错。错。你现在在等公车，然后又坐了大概15站左右，然后就到我们家门口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在首尔坐公车，因为我是地铁女人。这位小姐，讲一下你的遭遇。你先说。我说什么？就是这位小姐刚刚坐公车，结果去money卡里面钱不够，然后被对就700块，然后被司机师傅叫过去，然后我们听不懂。对，然后再去补刷了 Cherry 的卡一次，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可能就是下车的 signal， 结果后来可能应该还是没刷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混着人群下车了，好尴尬。刚刚是刚刚看到那警车，然后他大叫了一句，我们也没有听懂，然后我们很害怕是来撞我们。你做亏心事的人就是不行。
人不能做亏心事。你不要放网上到时候过来抓去追溯IP。现在大家好， Cherry 在帮我拍照，然后你要这么做作的介绍吗？就自然一点。不是，我想看拍一下你在干嘛。这位女士要拍大片，然后她就跟我摆着一样的姿势。帅吗？美吗？好看多了。这边来吧。看一下，好笑吗？没有一张好看的。哎呦，我一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像有一张也挺好看的，不都挺好看的吗？真自信，你们说，不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对，有两张还可以。嗯，再试一下。对，最后一张吧，然后我们就去洗澡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姐姐还没有好，来，一张就是。这样最好看，很像袁湘琴，而且还在嚼口香糖。哇，好帅！哎，这张我喜欢。对，这张。我先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朋友们，拍大片很累，我有点想跟你打坐喘个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银铃般的笑声。喘够，去吧去吧去吧。该洗澡了。洗澡洗澡洗澡来，你妈的朋友还要被我这么弄，太难了，做我的朋友，人生太难了，耶！做我的朋友太难了，可以洗澡了，发发发发，哇，我们录了三分半，拜拜，阿牛亲姑。